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是希望能与二叔和解。和解？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下个月我就要嫁给少爷了，二叔作为长辈，我更希望得到你的接纳和祝福。二叔，好好休息吧。董小姐，刘副官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当兵的人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董小姐不必多虑。我们不想让家里人知道，只是怕老夫人担心罢了。可是二爷不是有很多部下吗？他为什么要亲自以身犯险呢？心里看重的事情，二爷都会亲自出马。我听说二爷有个印章，可以控制整个方家的军队，是吗？这应该是军事机密，除了督军府的人和几个在部队的高级军官知道。董小姐是从哪里听说的？我不太记得了，许是二爷不小心说漏了嘴。毕竟我在二爷身边这么久，可能不经意间听到的。二爷确实是有这么个印章，至于是不是随身带着，你知道二爷行事十分小心，董小姐一直与他同吃同住，该不会不知道二爷的屋子里面有许多暗格吧？暗格？啊，董小姐不知道就算了，我也不该跟你说那么多。董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嗯。二爷，他怎么说的？他问起了印章，我想这就是他今天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吧。你怎么说的？我给他下了一个套，想必他会再回来。二爷，你为这样的人犯险，知道吗？刘副官，你们先带二爷走。是。董小姐，这么晚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啊，我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二爷这是去哪儿？二爷的伤口有些发炎，我让他们先送去医院。董小姐，这事儿……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谢谢董小姐，我得先跟过去了啊，您随便。不知道你对你自己找到的东西可否满意啊？没想到董小姐还有半夜闯进男人房间的时候。你一直什么都知道，故意设局骗我。这么久以来你一直对我恨之入骨，突然来找我冰释前嫌，还是在大半夜，你真的不觉得你的借口蠢笨如猪，漏洞百出吗？你是真的觉得我很蠢笨，还是你根本不在乎我揭穿你啊？二爷不信，我也不想解释。
就是为了毁掉我。你明明一直都知道我的身份，居然还要逼我做你的丫鬟，硬是把我留在身边的那个人难道不是你吗？你一直都知道我想杀你，不要现在才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在你心中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喜怒无常，令人厌恶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只会讨厌你。我尽全力护你，你却一点都不在乎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对我更厌恶一点。你干嘛？放开我！你不能这样！你放开我！我是你亲侄子的未婚妻。是要看我的印章吗？这鸽子写纹身才是我的印章。只有在我激动时才会显现。怎么？是谁跟你说我的印章啊？是方雨泽吗？他居然利用你来偷印章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。你就算告诉他这个印章纹样也没用，要想调动方家军队，得由我带着印章亲自前去。所以即便是这样，你还甘心被他利用来对付我是吗？雨泽才不像你一样卑鄙无耻、冷漠无情。我没有被他利用，他只是让我知道了一些可以彻底摧毁你的办法。就是要替雨泽夺回方家，让你一无所有。你为了他什么事都可以做是吗？滚出我房间。我听说你那个贴身的丫鬟原来才是真正的董家大小姐啊。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如今她认回了身份，应该能很快进入你们方家的门吧。你今天来找我不会是只聊我的丫鬟吧？我还不是为了替方老夫人排忧解难。你侄子着急想举办婚礼都快想疯了。老夫人的意思是呢，长幼有序，让咱们先把婚礼办了。她昨天已经找过我娘了。我最近很烦，没心情和你纠缠。我知道你在烦什么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你好歹也是堂堂的督军，可千万不要觊觎自己的侄媳妇儿。方家已经是一具空壳了，若是你连这个职位都丢了，那方家可就真的完了。若是没什么其他的事，恕不奉陪。你这世间曲终人唱离散，远飞的雁也不再归寒，看寥寥炊烟，看渔舟唱晚，看不完人间的聚散。时光流转，后味不变，不过笑谈一片，
恩怨纠缠，已经关起我余生，数一纸誓言，风起雨。